邀请雷雨生回到雨天，做我的助理。 您坐这儿。爸，我简单的做点菜，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。你坐吧。哎，湘云啊，你的心情我理解。咱们之所以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源头就是因为我、你和雷家的矛盾。 这个罪过是因我而起，我想找一天亲自去向雷雨贞道个歉。矛盾不解决，对雨天的发展也不利。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登门致歉，邀请雷雨贞回到雨天做我的助理，你继续做你的总裁。 你愿意吗？好，爸，我去约他。啊，哥，咱俩干嘛来了？钓鱼。钓鱼啊！我钓了一上午了。 别说鱼了，水草都没看见几根啊！这就是野钓的魅力。你要是沉不下性子，就钓不着大鱼。好，到时候见。 走吗？雷向远约我去吃饭。鸿门宴啊！雨珍啊，我跟你爸爸合作了一辈子，也争了一辈子。现在我也老了，雨天是应该交到。 你们年轻人手上了，之前的事情都是我的不对，您大人有大量。如果您能原谅我，是我三生有幸。别的我也不承诺什么。林向远，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的你？我一定会把雨天公司管理好，给您。 和老雷总一个交代。